感觉还是得出去勾引一下他。对 A 是可以的，无所谓。那你有什么用？要想听到。这个舒服。我感觉打武器是不是得双攻击力呀？太容易爆炸，你懂为什么？如今我赐死不谢，吃都不让我吃多层，还好我有这个能挡68点输出，他是交的闪现过来打我。
算了，不过去，感觉这下子上半区，这些风险太大了。哎，好难！真大力！ 妈的，别什么都要呀！我操，得寸进尺，真没有边界感的打野，12分50。 又死了，这个出来就好打很多了。这太难受了。 还是血打死。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而是被我的牢笼筑成。 不交技能，闪都懒得交，有冲击感。感觉两件杀他都有点难度的。他如果一开始不交这个E，杀他还真的需要一点手段。这过程会稍微有点难。 电脑哥今天来白过。 哎，你这妈真是手贱的，我操的，不好意思的，我真的手贱的，我操，对不起，直接开课，妈的，真的是，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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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想听什么课？想听国服环境还是什么？哎呦，他往下走就行，不然他妈要死。没死，实话你是真的惨。 我操 ，Vapor 已经接近爆炸了！你吃他石头，我吃他石头当然可以吃了。
他一开始又不在上半区，那刷海的路线都不在附近，当然可以吃。问题是我已经打剩一丝血了。我操！给我们打到了个什么东西？ 喂，日哥们的 damage。讲话，我操！这个冰封的心他妈回你弹幕，他妈我车掉了，我操！真妈服了，真下头啊！哎呦。 不走吗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不会还活下来了吧？ 结束了哇！巨人横扫一个 Q A， 贴脸 A 就这么恶心，贴脸 A 再一个 Q， 哎呦，进入你的身体，不进入你的生活。巨人横扫，还活了下来，我操了，这都死不掉。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。 就把主逼都回去几十次了，肯定要回，要看边线。